大牧师的讲题是重新来回的问题。亚姐来平安。平安。新年恭喜。恭喜。咱今仔日早起试看下咧，我用台湾话讲道，啊，请咱的团队用华语来翻译。OK。今天的早起湖南的一个地方。今天早上我们一个新的题目。新年是重新来恩典。新年是新的恩典。这里是新年是上帝给你新的恩典，你都要好好保守伊。新年新的恩典是上帝给我们，要好好珍惜它。因为过去你有看到这个啊旧的哪里人吗？各位，你能不能过去看看我们自己旧的？你的旧的哪里你有用过无？旧的用过。现在这些少年人，我听过那个哪里的眼睛一下，好年轻人有没有实施工作？没用过听的哪里的少年人，能有吗？能有吗？试过啊，你啊，一张一张啊，一张一张，一张一张，一张一张，一张小，一张。一天一天，规年听了了，规本还无换新。整本撕完之后，新的年要换。呀，刘英，每一个年，你都要用一本新的哪里？各位，每一年我们都要用新的日。重新来过。重新来过。也是这是恩典，我来讲。这是个恩典。不管你过去的年成功还是失败，上帝给你一个新的。阿门。不管你过去是失败或成功，但是神给你新的。所以，旧年安怎，让它过去吧。旧的年如何，就让它过去吧。新的一年，你都要多把握，多修一。新的一年，我们要好好的把握。来，今天多少个生日啊？今天是我们的初一。就比要面对一个新的年，比咱有别的过年。咱台湾人有一个梦想。在新的一年，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我们的生活？我们台湾人有一个习俗。到过年时，咱拢要大清扫嘛，对不对？过年我们要大清扫，是吧？在这几天的中间，你有差不多清扫的这些少年，我问他，你有差不多清扫啊？无，我想卖点手啦。就在这几天，有没有参与在打扫当中？特别是年轻人。年到了，你都要清扫。年到了，我们要打扫。只要你是出来人，大大小小，你都要差不多清扫。只要是家里的一份子，无论是大小，我们都要参与打扫。虽然你是阮做囡仔，你知道我上爱扫的那个。小时候我当孩子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最喜欢在哪一个地方？我不知道你喜欢，你爱扫地，我拢爱扫面子卡。我喜欢环顾一下。看到面子卡点了，哦，我才觉得，你了有真侪有人家老爸老母人家。因为床铺底下有很多的钱币是我父母要的。OK， 第一要清扫。第一要清扫。把垃圾丢掉。把旧的垃圾出去，然后你要开始布置新的年，然后要布置新的年，你要把春联加旧的贴标新的给倒回去，要把春联除掉，把新的贴上，然后出来我要把灯塔可以焕然一新，然后整个家里要布置让它焕然一新，然后出来的人到二九年，大家人做节目，不然你都要回来哦，要回来跟阿爸阿娘到底讲什么？然后在除夕夜，无论你住得多远，都要回到自己的家里，父母相聚。然后开始不能包红包，然后开始发红包，是吗？祝福哦，是啊，一代不祝福一代，啊一代大家人互相祝福。然后大家互相的祝福。因为唔知你有注意无？咱台湾人哦，真正的台湾人正月初一，真侪人拢爱去庙里拜拜，有无？各位，我们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台湾人我们真正的习俗
在大年初一我们要到庙里去拜拜。那无就爱去到迄个大厅，了一挂迄个神主牌啊，来甲祖先拜拜来请安的。若没有的话，我们是要去我们家里的大厅，向我们的神，向我们的祖先牌位。所有这些事情都做了，传统的台湾人才开始对我做了外国人。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，我们才结束，然后大伙出去外面旅游。由于咱外邦无信主的人，因都会晓拜神、拜神明、拜祖先。各位，连不信主的人，他们都知道，他们都知道，刚开始的第一天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祭拜他们。新年拜了，祖先祭了了，大家人都摆出一点头。他们的神，他们的祖先祭拜完后才出去游玩。今天我的基督徒在修这个传统的礼。然后我们基督徒呢？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守这样的？真侪时阵，咱讲我信上帝，我是上帝啊，听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就算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认为是我们信上帝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这样就抱持。上帝真听我，我拢知。耶稣听我，我知明白。耶稣，你叫我回应。耶稣爱我们，都知道。但是耶稣呼唤我的时候，我觉得说啊，我很忙碌，要先暂时做的事情。咱可能会当真正，你若保守这个信仰，你会当常常尊主最大，特别在这个新的年当尊主最大。如果你珍惜你的信仰，你看重你的信仰。你会在新的一年尊主为大。连我教会所有兄弟姊妹，伫正月初一，亲像咱今仔日话，咱拢标准的，伫正月初一，大家拢来到伫连我教会，甲上帝见面，甲兄弟姊妹见面，啊，咱的迄个互相送个红包嘞。各位，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都是模糊半生，因为我们都坐在这里，来陪大家互相拜年，发个红包。我会记得我的名是进财，我一定叫进财。啊，你包我，包我回来，回来开一年，太太一年就是梅花。尽量。进财，梅花。真的吗？咱大人真正努力正事，对年头到年尾，咱把这个年2015年完全献伫上帝面前。主啊，这个是你的方法，以及愿你甲我同在，愿你不休啊！我们要不要有一个努力，在2015年，我们把自己献给神，说主啊，2015年是你给我的恩典，我往这个方向努力。因为咱所读的这段圣经。咱到底用华语来读一下，好不好？来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咱来用台湾话聊，会晓无？老人的那在基督内面，若在基督里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了，旧的事情已经过了，新的已经焕然一新，已经来了，新的已经焕然一新，已经来了。因为基督徒常常爱面对这两个，这两件事。各位，基督徒我们常常要面对这两件事情。在你的生命中间，的确有阵是旧的歹。在我们生命里面，的确是有一些是旧的，是不好的。你把这旧的歹，唔通让伊继续留在你的生命，爱让伊安怎回去？在我们生命里面，这些旧的、不好的，不可以留在我们生命里面，要让它过去。新的，常常还有新的物件在你的生命不断地诞生新的物件。不管你活到60、70、80，你的人生也都有新的物件在产生，你也都在成长。新的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，不论我们是活到50、60、70，怎样的岁数，都要一直不断的产生。生命若无起步，若无换新，你只有直直在老化。
生命如果没有旧有换新，我们的生命只是一直的老化。一年过一年，你敢那直咧老化，因为你无咧换新。一年又一年的，只是个老化，因为我们没有换新。真侪时阵年纪大是一个危机啊。要说很多时候年纪大是个危机啊。因为年纪若大，若无爱变化。因为年纪大若不变化。因为年纪大了，一挂人话拒绝学习新的物。因为年纪大，有可能会拒绝学习。所以你着，你个无有成长，无有换新，全只有老化，今日就只一日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只有没有更新，只有老化。所以你啊，你是已经老啊，还是你还佫少年？唔是看你的年龄。所以我们要去想，我的生命是新的，是旧的，并不是看我们的年龄。是看你有伫咧何新的面无？而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在生命里面有新的学习。摩西伫诗篇九十篇十二节安尼讲。摩西在诗篇的九十篇十二节这样说的。上帝啊，求你迄个啊，修饰我有地啊。就是会晓算，上帝啊，求你让我会晓算下我家己的日子。上帝啊，求你教我怎么样数算我自己的日子。让我会让得着智慧的心。好，让我得着智慧的心。对，算下我家己的日子，得着智慧的心。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让我得着智慧的心。咱的日子会直直过哦。我们的日子会一天一天过哦。然后，咱有伫个成长，哪来哪有智慧啊？那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有没有随着岁月而成长的智慧呢？哎，咱这有一段圣经是保罗给咱的书信，咱到底从哪来读一下好不好？第《约书亚》第四章二十一节、二十二到二十四啊，预备来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听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接着来讲，如果你若听到、领受、学到伊的道理的人，这里所说的就是，如果你听了、领受他的道理，你都要吞去，你就要脱去。脱去什么？脱去什么呢？不是脱去新的哦。不是脱去新的。不是脱去坏的，迄个不是脱去好的哦。不是脱去好的。是脱去坏。而是脱去。因为我有看到一个人年纪那么大，伊好的物件直直消失去。各位，我有一些看见是有一些年长的，他随着年纪增长，但是他生命好的特质却消失了。原本少年的时候，真侪水的特质。原本他生命里面年轻的时候有很好的。年纪越来越大，年纪越长，结果以好的物件越来越无用。但是他生命好的特质却消失了。少年的时真热心敬拜佛师，年轻的时候非常热心的敬拜主。年纪渐渐大，年纪渐长，哪有信仰离开上帝呢？越没有信仰，甚至离开上帝。过去真老实、辛苦的人，过去是个诚恳。十个人年纪渐渐大，所以就是失去伊的特质。年纪长了，却失去他的特质。会耍一挂花招，甚至会耍花招。因为伫这个家，圣经伫咧提醒人讲，你若听到伊的道理，领受到伊的道理，学到伊的这个道理的人，你就爱褪去迄个歹的，然后让新的活命伫你的内面，直直成长。各位。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听见了、领受了、学了他的道理，就要脱去我们旧的。直直让我们活到到底上帝创造我们那个原貌、那个水，让我们恢复到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样式。那要讲新年到了，我们除旧布新。我们会说新年到了，我们要除旧布新。请问咱的性命，咱有常常关在伫咧反省这项代志，或者伫这个新的年？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常常思考？特别是在新的一年开始。
今年2015年这个新年，牧师跟大家学习三个功课。2015年，牧师跟我们大家学习三个功课。第一个字叫做 letting go。第一个叫做 letting go。letting go 台湾来讲，刷刷起来。letting go 的就是放下。letting go 台湾来讲放水就流去啦。放水。letting go 的意思是讲卖个劲就好了。letting go 也有可能是不要再计较了。刷刷起来。刷刷去了，随他去。好，来，大家人动起来 ，letting go，letting go， 不是快 ，letting go，lett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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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放放去了，刷刷去了，迈个地高，这是 letting go 的意思。第二 ，holding on，holding on。Holding on 的意思是讲抓好条了。Holding on 就是珍惜它，抓住它。Holding on 的意思是你敢摸好人，能给我走起来。Holding on 就是要珍惜它，拥抱它，抓住它。第三个字叫做 pressing on。第三个字 pressing on。Pressing on。Pressing on 的意思是打拼去追啊追啊，或者讲忘记背后努力变成。他的意思就是努力，就如同保罗所说的。后来三个字，第一个是啥？雷霆诺。第二个是啥？霍尼诺。第三个是啥？普雷斯诺。OK。第一个是讲刷刷机啦，第二个字是讲爱好好珍惜啦，第三个字是讲你好好爱追求啦，三个字。第一个字就是放下它，第二个字就是要好好的珍惜它，第三个字就是要努力追求。Okay. 人生在你过年纪在你大，你所遇到的好代志、歹代志，哪来哪多，哪来哪少，哪来哪多。人的生命渐渐长，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好的，是坏的，哪一种比较多呢？有可能是坏的比较多。两样都越来越多了。两样越来越多。这问题是，你要把什么东西刻在你的心里较多啦？问题在这啦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两样东西比较多的时候，我们要放何种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？你是讲你的性命体的物件，欢喜的哪来哪多，还是痛苦的哪来哪多，在你里呢？我们是要把好的或不好的东西放在我们里面，哪一种比较多，是在于我。每一年，你会要你怎么？每一年你都要重新处理这些性命内面的物件。每一年我们都要重新的整理我们里面的东西。爱把你信仰内面一挂无路用的粪扫滴个清掉 ，letting go，letting go。要把我们生命里面不需要的东西 ，letting go，letting go，letting go。爱把你一挂真无助的物件、真哀怨的物件、真痛苦的物件，滴滴个清除，滴滴个清除，滴滴个清除。要把我们里面生命里面的忧郁或者是哀怨的特质，一直把它清理。因为拄只翻译者伫咧讲着忧郁，你知影是安怎人会有忧郁？你敢知？你知道为什么人会有忧郁吗？忧郁就是内面有一挂该清的你无清。忧郁就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生命里面的正常的新陈代谢掉。你若无清的时候，伊会直直发大。如果你没有清理它的话，它就会发酵。伊会直直变味。它会变味。你知一个老死物件伫遐，死的物件伫遐，伊会直直吵，伊会直直吵，动不动伊会互你动袂了。就像一个生命死掉的生命在那里，它会发臭，甚至到最后让我们受不了了。咱在讲内在意志的做什么代志？我们常常听到的内在意志是什么？内在意志就是咧处理你内面遐粪扫，拢不断压回内顶，我爱把放水流掉。内在意志就是在处理我们。里面的生命要 letting go， 让它放水。
买物件直直清掉，你才有空间通对感谢、懊恼、欢喜、正面、光明的物件连接落去。坏的东西把它清理掉，正向的特质、正面的、阳光的、欢乐的特质才会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。来教会70岁以上袂少人。我们教会里面年70岁年长的应该不少吧。有年纪的人，厝内空间一个真大的问题，定来到囝子孙的冤家，拢是为着空间。啊，我们常常，我们这些长辈，我们这些长者，常常跟我们的儿女会有一些争执的，就是空间的事。年纪大的人物件好，直直顿，搁直直捡，搁直直顿。年纪越长的长辈，我们不喜欢习物的。少年人，爸母啊，这个当然不使搞啊。当我们的儿女说：“哎呀，这些东西清掉。”但是我们却说不需要，要留下。当年就跌断了，跌半掉啊。每年都把旧的东西。少年人要把撇掉，哎，就开始去冤家。如果我们的儿女要把我们的东西挪走，我们常常拒绝。那弟弟唔等，等到唔弟，那弟弟唔等到一日，你倒落去啊，定伫遐吼。若我们不整理、不清理，有一天，天后人甲你烧掉、淡掉了后，过来甲你的所有嘅物件拢甲你清清楚楚，等到无看。然后我们要等着我们躺下之后，由我们的晚辈来替我们整理，甚至烧掉它吗？你一世人唔等嘅物件，事实上你嘛无咧用。你一辈子不肯丢的东西，事实上其实你是没有在用的。耶稣若要倒转来，要找一个椅仔通坐，找无一个壁架通坐，因为物件拢在你存了。若是这样子，儿女要回来的时候，他们有位置坐吗？因为都被我们的东西所占了。因为在咱的人生的中间，就真要紧的工作，你都爱处理咱内面弃旧换新遐旧的物件，无路用的。粪扫的米，万分嫉妒的物件，你拢甲清掉，你的确要伫耶稣基督的面前做这个奉义的名，做这个工。无论是我们的家里，我们的生命特质，我们都不断的要做这个清理的动作，把我们过去旧有的丢掉，让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。第二，你要好好珍惜上帝给你的恩典。第二，我们要好好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你要好好珍惜上帝给你的年纪，要好好的珍惜上帝给我们的年日。你要好好珍惜现在你身边每一个人的关系，要珍惜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人。爸爸妈妈不常常这么健康，你爸爸妈妈或许没有这样健康。爸爸妈妈不常常会当常常给你打电话讲，要回来吃饭无？要回来吃饭无？有时这个电话线断去。爸爸妈妈或许不可能常常拨电话跟我们问好，请我们回家吃饭，因为有一天这样子的动作也会消失。我在哪里也怕也配合离开了后，你才发觉讲我的人生变得更加歹，更加无伴。有多少人当他的伴侣配偶消失的时候，他会惊觉到他的生命是孤单的？大人有地的是袂珍惜。大家都是在的时候看到的时候从来不珍惜，无去的时候奶奶餐消失了才非常的惊讶，甚至自我怜惜。这是台湾人的事业。奶奶餐的华裔们都还在笑，所以这样少年人台湾人的爱国啊，台湾话，少年人爱学哈。台湾话，年轻人要记得，因为台语有很美的韵文在。因为你若做医生，阿婆来教少年人，医生啊，我请先生算算，你来算算。特别是医生这个行业，如果我们遇到长者的时候，他跟你讲说，哎呀，他用台语来跟你讲说，我这里痛。这里不舒服，但是你不了解这个地方，你就没有办法。OK， 珍惜，你记得爱学校珍惜现在。
要记得我们要珍惜现在，珍惜当下。这个是非常水的一种的生命特质，懂得好好珍惜、享受你的现在。这是我们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特质，要珍惜、享受当下。第三是爱好好追求 ，pressing on。第三个是要好好的追求 ，pressing on。你要继续，不管你的年龄多大，你要继续追求上帝的听。不论我们的年纪多么长，我们都要去珍惜，就要去追求上帝的爱。做一挂让人欢喜的代志，你要不断做一挂欢喜的代，让人欢喜的代志。不断的做一些让我们周围人感到欢喜快乐的事情。你过去有一挂让人艰苦心，你即久的时间，你爱好好把做一挂让人会当欢喜的代志。过去我们有可能让朋友或家人伤心了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好好的去追求，让我们身边的人欢喜快乐。做一挂让上帝会当欢喜的代志。做一些让上帝欢喜的事情。做一挂让家己会当心满意足的代志。做一些让自己心满意足的事情。唔通干那满足家己，结果上帝心里你无满足，而你的死甲真歹看。不要成为只让自己满足，但是却失了上帝的意。那保罗的迄个啊，摩西伫咧祈祷，包括上帝啊，包括有智慧的心，迄个智慧的心是耶稣基督是伫给迄个平衡，互人欢喜，互上帝欢喜，因为这山你拢爱摇好。摩西祷告是说让我有智慧的心，其实这是一个平衡，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横向跟直向的平衡。对于三句话，咱再来讲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再来说，就三句话。英语讲啥？雷丁哥，第二嘞，玻璃哥，第三嘞 ，Praise the Lord， 来。咱家有一挂阿公阿婆啊，来，台湾那边啥？放下吧，放下吧，放水老去啦，放啊，放下啦，是吧？搁第二嘞，珍惜啊，第三嘞，追求啊，每一个人都要做这个工作，每个人都要记得这三个特质。专家有在提醒咱，专家有这样提醒我。在你的人生的中间，你不可能每项都把握，每项都做。在你的生命里面，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的。但是你要用，把精神放在最要紧的事情上面。但是我们要把精神放在重要的事情上。因为这个专家跟我们说，你都要用你精神的70%放在你的个人的优点，你个人的特质、优点的上面。这位专家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，就是我们70%的精神要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优点身上。注意哦，这个比例70%放在优点。注意哦，是70%放在我们的优点。第二，25% 放在学新的面。第二是25%的精神放在学习新的事物上。第三，用5%的精神在咧处理你个人的弱点的部分。第三，你是用5%的精神来看我们的弱点。来，这个精神，这个焦点的分配，70%处理啥？克服啥？优点。25%咧，核心的面。五嘞，所以你的缺点。要记得70%是要学，是要去用好的方式来看待我们的优点。25%是要学习新的，5%再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弱点。这个焦点唔通，这个焦点，这个比例唔通弄乱去。这些焦点可不要错乱哦。乱了你的人生会出事情，乱了我们的人生绝对会出事的。你到底在看你的家庭教育，你再回首看看我们自己的家庭教育。有的人真注重儿子的成绩，有的人非常注重儿女的成绩，
伊的囡仔嘛真好。他的小孩是很表现很好的。但是，大人出面隔壁，大人拢在学了，恁囝够牛哦，恁囝考试有够好哦。周围邻居常常夸奖自我们的小孩，说我们的小孩很优秀。父母后面无啊，那出来常常我生气。那你常常只看见他的优点，认为他让我在家里面受气。电课拢给你差五分啊！电课拢给你差五分啊！我气到死哦！甚至我们只注重他那五分没有考到，没有考到理想的要求。因为大课拢真好，干那差五分十分，然后爸母今日定定为着这个冤家。各位啊，就只有差五分跟十分，但是就是让你们亲子关系陷入紧张。有当时啊，一寡囡仔吼，有一寡家庭的囡仔吼。安全课吼，唔是差五分、十分、一百分，伊是差五分、十分才有及格。哎，你们知道吧？有一些小孩是差了五分、十分才是及格的。原来差五分、十分再及格的遐人，他们刚出来吼，爸囝、母囝、孙仔、欢喜个吼，差五分、十分才有一百分的，刚出来骂个吼，念个吼。但是通常是差五分、十分才及格。他们的亲子关系和乐融融，但是反之，这些差五分、十分才满分的人，他们的关系，家庭关系是紧张的。你想多一个家庭较友好？你觉得哪一个家庭是幸福的呢？你想考试考好的人将来较友好是无？你认为那些考试考得好的人将来是孝顺的吗？你要考迄个较贤读册，迄个将来甲爸母开较侪钱，还是较袂晓读册甲爸母赚较侪钱？你觉得这不会念书的啊，这会念书的是将来为父母赚的比较多钱，还是花的少钱？你的人生有真侪物件哦。各位，人生有很多事情。你唔能用世俗化来看待。你不要用世俗化的眼光去看待这一切。我自己本身我有两边的国籍。我自己本身有两个国籍。我看到太侪天龙军护照的人，到年老的时。孤零零的一个人，还被救护救援站救回来的。我看见有很多的状况是，因为两个国籍的人，他到年老的时候，他是孤零零的，儿女都不在身边。你有看到这款的朋友啊？你们有周遭有这种朋友吗？有。有啊。有。所以证明我所讲的，高大车，早饭开那阵钱。证明我所说的是不是会读书的，反而离父母越远的，而且甚至花钱的。你想要增加遐无读册遐，大家人足歹命是无？无影，人过年的时，三四五六代拢伫遐颠倒遐，阮家哦，迄个一来一去的遐，因家干阿两三个，他们家己他们来看电视，打电动玩具，嗯，无什么。那你觉得那不会念书的，或者在乡下的，就是这样子吗？可是事实上并不是，有时候他们的景象是非常欢乐的，反倒是那会念书的，甚至是家财万贯的人，最后他们的出息有可能就是两个或三个人在围炉。等咱伫咧讲咱的人生的时，搁倒转来伫遮，当我们在说人生的时候，我们要再重新的思考一些东西。70%的精神在伫倒位？70%的东西要放在哪里？有点。优点的鼓励啊！这个人已经数学到底，伊的数学真好，啊，伊英语真歹。请问爸爸妈妈，你若要给伊补习，你要刷到一科？有可能我们的小孩是数学很好，但是英文比较差一点，那我们要选择补哪一科？我们要明天，这个真老百姓讲，啊，真袂晓迄个作文。你若要给伊补习，你要补到一科，明天将来才会出来。我们你的小孩子可能是英文读得很好，但是学科比较弱，你要让他往哪一方面发展？因为咱通常哦，啊，伊都袂晓作文啦，啊，伊袂晓物理啦，啊，全钱我直直当落去。然后伊英语足好个吼，你怎个办？有那个助理，作文跟物理很强，有人作文物理很弱，但是英文特别强，但是我们只
注重落的那一方，而把钱砸在那里。因那已经真有趣味、真搞啊！那个你若搁啊小话施加一点压力，哦，我也一波，你敢知？如果我们往他的强项做发展，甚至对不对施加压力，他是不是更往上呢？啊，伊个数学都袂晓算，啊，面段算，看到数学都讨厌。然后你伫个补习课，一个老师无教，阮两个老师伫个，你看伊那哪来哪讨厌？啊，你钱要开遐尼济个？但是他的数学已经很差了，可是我们却要他一直不断不断的练习，是不是让自己的小孩心生厌恶，甚至往下掉呢？因为伫咱这个比率。你好好运用这个比率，伫你的教育，运用这个比率的原则，伫你的生命的调整，运用这个比率的原则，伫咧处理人际关系，你会感觉水落地，感谢主。各位啊，我们要好好善用你刚才讲的这比喻，好好的运用在我们的教育、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人际关系上。鼓励你身边的人，鼓励你厝内的人，哪鼓励伊的优点，伊的哪好啊，哪歹，哪好。鼓励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家里人，这样子我们的人际关系是，或者是他是不是会越来越好呢？你若一日到晚念恁囝、念恁翁、念恁某，哪念伊的哪好啊，哪歹。如果我们一直顺应我们身边的人，或是我们的伴侣，你觉得他是往何种发展呢？你若把我关咧，就靠咧做你弟弟念无要紧。是我们想让我们心有裂缝，就一直顺应下去，我祝福你。你若把红包摕较侪，你就弟弟甲阿公阿妈好好就对了。你弟弟甲好好就对了。如果你想要也多一点红包，就是多赞美人吧。请问70%要给你多位？70%要放哪里？有滴啊。25%给你多位？25放哪里？学新的秘，因为你还要成长。学新的东西，因为我们还要再成长。我不是给你的位，我不是放哪里呢？改进做得到。这个用10秒钟的时间，你安静看你个人的过去一年的中间，多一项你家己想完成，多一项。你家己感觉上有满意的项，干哪一项就好。今年来达标。5%，安尼就好啊！安尼你今年的大功告成。这时候我们可以安静10秒钟，看看思考我们生命的特质不好的地方在哪里，然后摆正自己的精神去处理。处理你个人不好的讨厌部分，你敢若今年提交一项，你上多少项提交多？在新的一年，我们处理掉我们生命特质不好的，就那一项就好。除了你把精神刻在你的优点的开发，其他的我们把精神放在我的优点上面。你们说阿妹吗？阿妹。今阿妹讲的教你的嘴呢？你若是这样说，就要照这样行哦。来，咱来看车，大家咱只有出来咱弄车。好，家人每一个人都有车子。每一台车头前会行花呀水。车子的镜子前面是大的还是小的？通常是都是大的。请问车的照后镜有几个？车子后照镜是三个。每一台车都有三个照后镜。每一台车子都有照后照镜。这个第三个后照镜。大个啊，小个。请问这后照镜是大的或小的呢？小个呀，小个呀。是不是都小的？因为，若要看后边，你咧当你咧看你的过去，你用大镜咧看还是用小镜咧看？各位啊，当你在看你过去不好的，你是用大的镜子还是小的镜子呢？小的。千万你咧看过去，唔当用放大镜去看。千万不要拿放大镜去检视、去看我们过去的生活。你用放大镜去看你的过去，你若伫咧讲你的成功，你会变骄傲。你用放大镜去看你的
过去的时候，当你成功的时候，你会陷入骄傲。看成功的面，看成功的面，越骄傲，你就骄傲。用放大镜给你看你的过去的失败，用放大镜看我们过去的失败。用放大镜给你看你过去的妄谈，用放大镜看我们过去不如意的人生。你的人生的话就是对了，你的人生哪来哪万分，哪来哪会快乐？我们生命就陷入一个沮丧，甚至是不快乐的特质。上帝把目睭建立在头前后边，上帝把我们的眼睛是创造在哪里呢？请好好想上帝创造的原意，上帝创造的原意真可惜。请好好的思考并活出上帝创造的特质来。来，来过来，读一段保罗，可能是保罗，彼得来书，有人讲是保罗写，有人讲不是。好，来，彼得来书十二章第一节、第二节，咱到底用华语来读一下，好无？预备，来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果云彩围绕我们，就让放下那个不要的重担，脱去容易踩给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和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为那摆在前面的事，就轻看羞辱。信用的伟人有真多，这伟人亲像见证人，陪在咱的身边。这一段经文在说，我们的信仰身边都有很多我们可学习的属灵的伟人，如同云彩般的围绕在我们生命里面。那在这伟人的引带鼓励面，咱来做几项代志，就是放下不放任。在这些属灵的伟人里面，我们要学习的。放下，放下所有的担担，放下所有的重担，放下所有背叛咱的罪，放下所有残累我们的罪，打拼奔跑跑前的路障，努力的奔跑往前。你想要走，然后你搁有过去甲你绑条条，你无法当走，你无法当走。让你想要跑，但是你一直去思考这些残累我们的。我们是没有办法往前行。你若讲要成做一个在耶稣基督内面新创造的人，我们若想要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，你一定要过去要打你去那个欺负或者什么安全上啊，你活着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行不出去。但是我们如果是现在被婆婆二代或被先生的暴力之下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往前走。过去咱拢讲先生第二个太太，但是我这要提醒哦，我是达波人，对这达波人讲话。过去我们都说家庭暴力是先生，但是我是个男生，我要说，有时候是不一样的。你就讲我的徐家豪带一个灵修会。1995年，我们在芝加哥带领了一个灵修会。我问伊啊，这个灵修会是我问现场。我发一个问卷，现场我发了一些问卷。我请这女的写，男的写，然后我这男的我跟伊讲，你的婚姻的中间上不爱的是啥？我在现场发了问卷，各有男的女的。我问了这些男生，在你婚姻里面，你最不喜欢的是什么？休息回来。休息回来。一个结果让我错一点。结果这结果让我非常的压抑。我看到遐做遐数字，我嘛点头。我看到这些数据，我点点头。你那大波浪对不对？大波浪上无爱的是什么？你知道这些节目后的男生不喜欢的是什么吗？什么？谢谢你。答对了，100分。碎碎念。大波浪上无爱的是附近男当出来碎碎念。结婚的男生最不喜欢的就是他的配偶常常在家庭当中碎碎念。你怎么想？你就是碎碎念。你知道什么叫做碎碎念吗？就是
细只细只又脆薄薄的物件，定提起感觉个碎碎念安尼啦。就是那个很执着在很细的地方、细节上面。你讲你帮黑做补品？我花力气跟他讲，好像我自己的品味不是很高的感觉。啊，唔讲人家哪能唔对？不说好像就无错。这真侪达波人，我对迄段迄了，我直直咧注意一寡，即个真系达波人。哎，阿哥，咱这个张老的同款。共同的，所以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是男的也爱注意，啊，女的嘛爱注意。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是这个特质是不分男生女生都要注意的哦。因为咱拢要注意啊，所以都会变成咱要追求一个新的话呢，是祝福的人生。因为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去追求是一个祝福的人生，是一个恩典的人生。勇猛为着咱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仰望那创始而终的耶稣基督。伊为着排伫头前的喜乐，头前的喜乐，因为他前面的欢喜快乐。伊就忍受现在，他就忍受他现在当下所做。因为你头前有一个喜乐，有一个盼望在遐咧等你啊！各位，你的前方有没有一个欢喜快乐的盼望在等你呢？头前你的人生有一个梦，你伫遐咧追求咧等待无？你前方有没有一个梦想在等待？迄个梦，迄个理想，哪边啊重要？你会忽略你现在的苦楚？那个意向、那个梦想是明确的，你就会忽略到你现在所受的苦。耶稣就是伊个甲无关关苦，但是咧，盼望上帝之得正，伊就忽略现在挂的是决定的艰苦。即款的思考模式、信仰的态度，唔慢慢的学习。就如同耶稣他所受的苦一样，他因为他看见那个有盼望的荣耀，所以他忽略当下。等你来行过这，会记得头前上帝保佑，上帝恩典的享受你，阿门。哎，明白的时候，上帝的荣光盼望就要长在我们每个人当中。因为今仔日这么做新春礼拜，各位今年今天是新年的礼拜。哎，感谢主，咱三个伫这，这是上帝的厝内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家人。在过年过年的第一天，咱回来老爸的厝。在我们过年的第一天，我们是回到父的家中。咱甲咱的天父讲，爸啊，多谢你。我们跟我们天上的父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。爸啊，我从我今年二零一五年到你的手中，愿意跟我同在，愿意来引传。我将我2015年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跟我同在，求你来引导我。咱嘛伫这个时要甲厝内兄弟姊妹，咱厝内人互相伫这个家互相来拜年。我们也要跟我们家里的人互相来拜年。等下吼，等下咱迄个奉献了报告，咱互相要先安。至少爱甲，至少爱甲20个人甲分手。等一下，我奉献完后，我们要跟大家拜年，至少要20位哦。咱互相尽量互相咱来合作，新年。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要互相的祝福，互相的分享这个爱。你若无甲我爱，你若无甲身边人无爱哦，当时伊传消息，你拢爱袂着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没有珍惜当下，没有好好的去跟大家去握手，都是什么时候要消失？对，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要把握一下，互相拜年。来，了互相祝福了，哇，你也平安，我也平安。屁股拍一拍，肩膀打一打，好啊！咱就继续来拍拼咱的人生。当我们有如此做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往前奔跑我们的人生。咱当心来记得。同心祷告。新人主，我感谢你。施恩的主，感谢赞美你。将这个新的年赏赐我。将新的年赏赐给我们。管管是这个新的年好的管家。愿我们是新的一年的好管家。无辜负你的托付，不辜负你对我们所托付的。我来祈祷，感谢各主的名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阿门。